各省乡福村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包装的建设课程，在专家指导之下，选择柠檬来研发米露、醋等等的加工产品。其中，采用柠檬藻胶来制作粉圆，无论是加入米露也是醋里面，拢有一种让人真欢乐风味的口感。今麦咱就透过镜头来看看。干杯！来干杯！福古社区透过研习课程开发的新产品，在发表会中提供给各界来宾试饮。以社区特产柠檬为主，开发了柠檬米露、柠檬醋等产品，展现无同款的风味和特色。特别是处处柠檬的柠檬藻胶，加入米露也是醋，自然形成的柠檬粉圆，吃起来更让人感觉真特别。我们是用柠檬藻胶下去滴，然后它滴下去之后，因为正负离子结合，它会形成一颗像圆球状的那个颗粒这样子，吃起来就口感还不错，就有一点 QQ 脆脆的这样子。柠檬虽然无像社区内草莓甲枇杷是上大宗的经济作物，但嘛是真重要农产品。只是价钱波动非常大，为着让农民增加附加价值，在水保局甲公所协助下，特别加强附加产品的开发，希望创造更加大的效益。柠檬是咱福古在地名产，因为即卖柠檬也大出的时候，一寡较歹的柠檬哦，捡来做一寡酵素啦，做一寡水果酒吼，安尼咱农民才有一寡福利吼，还有一寡好的收入。我们必须要从技术方面再提升，另外还要从我们的加工的农产品再做制作加工农产品，这样才不会受到的价格的波动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游客来到国姓乡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品尝到我们国姓非常好、非常风味的农产品。一摆课程，好学员是得到未少宝贵经验，嘛对到这些产品的生产有真大意愿。我就感觉足想每一罐拢要来甲做啊！真正在食了，身体足好个。你若有家开发出来，伊个营销吼，唔免乎别人搁再一转一转拆掉迄利润啊，咱家己来做就好啊！吼啊，上介好就是对人体真正足有帮助啊！日后我们的农民也能够把自己的农特产品，在价格不好的时候，就可以做这样的处理方式，把它做成成品。到时候可以展售，那正好在县长正在积极的推动我们巧手明天下方的农夫市集，希望说这个产品到时候也都是能够在这边展售出去，我相信一定可以销售得很好。学员对这摆课程研发的产品拢相当期待，嘛拢表示参与生产制作的意愿，期待就有特色产品的开发，和种柠檬有比过去更加好的经济效益。不管怎么样，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